TCL 最近推出新手机50 Pro Next Paper， 主打 Next Paper 屏幕以及护眼防疲劳技术。新机只有 196g， 非常轻巧，搭载 6.8 寸 Next Paper 屏幕，支援 120Hz 更新率。右边机身实体按键可以随时切换四种观看模式，包括正常、彩色纸、墨水纸同埋 Max Ink 模式，方便你随时体验电子书阅读。再加上 Next Paper 3.0 技术延续防原光以及低蓝光护眼功能，都有效减少视觉疲劳。硬件方面，处理器采用天玑6300，内置 6GB RAM 以及 512GB 内置储存，都足够应付一般日常使用。大家又觉得呢部电话点呢？更多新机资讯，即上有和优豪网站睇下啦。就系有和，乜都有。